命运坎坷的队伍。传说中最不伦不类、命中带赛的搭档。尽管罗志祥不计代价力搏第一，虽然郭士伦奋不顾身舍命闯关，但是到底谁能坚持到底，力挽狂澜，征服今天的铁人五项耐力赛呢？劲爆结局，敬请锁定《生辰八世》，现在开始。下车了，下车了，下车了，下来，起来，快点啊！我告诉你哦，我是新来的裁判哦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新来就好欺负啊！哦，都能生力军了吧？你老公，快点，你老公哦！娘，不要这样说嘛！哇，有新朋友哎！哎，对哎。国语和讲日文，对啊，好好好，厉害耶！所以爹也是来宣传你的戏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新人的，你是新人的，今年到台湾，请多多指教。好，今年有拍一部2005的，要好好来支持一下。好，分队呢，观众朋友一看就可以知道，分队，衣服颜色为主，快点，白色。颜色啊？果然呀。对啊。哇。男的，不跟你有啥了。彼此呢？马甲。可以有，河马，河马。我现在不是河马。那什么？我现在是内马。哈哈怎么气势弱点？都要有热身操，热身操吗？因为我们的游戏呢都跟运动有关系嘛，所以我们没有热身是很容易造成危险。对 ，OK。好，两位来教我们热身操。跟着我们一起来做热身操，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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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游戏进行开始。分组配对的结果，小猪队的成员有艾莎、罗志祥、小鬼以及左井，而士伦队的搭档则是有麻衣、郭士伦、咬咬以及队。这八位铁人将在今天隆重进行一场舍我其谁、龙争虎斗的耐力赛哟。生辰八世铁人五项耐力赛重装登场。今天的五战关卡有：第一战酸到头皮发麻的酸不溜丢；第二战让人脸红心跳的偶尼传奇；
第三站展现高招技巧的滑溜滑稽。第四站考验机会与命运的满天神佛。第五站终极无敌的飞跃龙门，而率先通过五站抵达终点线的一队，就可以夺得价值10万元的犒赏哟。正式的展开了，众人奋力冲向生存巴士第一站，酸不溜丢。在这一站，两人必须一起吃完10片酸到神经紧绷、酸到头皮发麻的柠檬，才可以前往下一站哟。我帮你们剥。果肉要吃完。果肉要吃掉，果肉吃完吃掉。吃干净了，果肉吃干净了。Vitamin C。果肉让果汁更好喝。快点快点，好。碳酸。快点，偷吃到。我要吃果肉。果肉让果汁。你不是白过广告，吃多一点啊。真是酸到令人俩拱，酸到让人啼笑呀！小猪队与士人队几乎在同时间之内相继的吃完了柠檬，一同冲向生存巴士第二站哦，你传情啦！在这一站的比赛规则是，有两个男生腰系弹力绳，口喊偶尼传递，只要在限时1分钟之内传递6颗偶尼就算成功了，而且就可以前往挑战下一关了。而失败的人则必须接受砸败的惩罚哟。这时一同到达第二站，不过小鬼不顾危险，千钧一发的一跃，直接就跳进了池里面，抢到了弹力绳，也抢得了先机呀。而士人队就只能够在一旁干瞪眼喽。好，上去了，对，开始。内容马上回来喽。
点，快点，快站好，不要动哦。小猪队虽然赢在起跑点上，率先进行闯关，不过却只传了四颗偶银，惨遭砸败的命运呀！而且还要无情地返回到第一站了。不过世伦队可算是塞翁失马呀，在小猪队进行比赛的同时，他们偷偷观察，研拟好了过关的策略哟。偶银传奇是要接偶银，不是打分呀。而就在话说的同时，小猪队则已经快马加鞭回到第一站，酸不溜丢吃柠檬喽。哎呦，蛮多的，快！现在都在等女朋友，快！哎，忍住了，哇，很刺激！哎，这个还没，快！快！快！干什么？干嘛？耶，小猪，你想偷鸡吗？咱们的裁判可是刚正不阿的呀，怎么能够容许你这种舞弊的行为呢？快快快快快时间终了之前，临门一蹦儿完成了第六颗偶银的传递，有惊无险的过了第二站了。而这时候的小猪队也正巧刚抵达第二站关口，眼睁睁看着世伦队往第三站前进了。而正当世伦队好整以暇的前往第三站的同时嘞，小猪与小鬼也已经一鼓作气的传递了四颗偶银喽。出升级哦！小猪与小鬼也许是受到了世伦队的激励，想拼命三郎似的闯越了偶遇传情呀，并且加紧脚步追赶已经前往第三站的世伦队了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世伦队也才正开始挑战生存巴士第三站滑溜马吉哦。在这一站，必须一人用力脚踩跷跷板，将跷跷板上的马吉弹到空中。再由另外一个人站在地上撒满肥皂水的区域里面用嘴接住，只要在30秒之内成功接到三颗马吉就算成功了，并且可以前往下一站挑战，而失败的人则必须接受砸败的惩罚哟。
快，哎，你跑比我们快。这个哈，30秒之内接3颗摩吉，站在那边，站在那边，是不是生病还是怎么样？发烧吗？有一点，有东西吧？这两头是什么花？怎么有点白白的？不好，不要管我。你怎么了？快点，快点。我今天失恋了，不要管我，大家不要管我。失恋谁？真的？什么？屁呀你，乱掰！好，所以呢，30秒接3颗，瑶瑶，对，哎，你比较辛苦，加油了。他不会，他不会踩，他也不会接，所以你自己。那个你是谁踩谁接？你这自己选。自己踩自己接。我踩他好不好？你踩他。你踩我接好不好？你踩。好，我踩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加油。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准备，预备，起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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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这么粗。内容马上回来喽！欢乐一路发！我们不是过不了关，是在最后10秒的时候呢，15秒有工作人员啊，马奇没准备好，把镜头拍在镜头拍在那边，你给我进来，你看，给我进来，你没有的退，你没有的退，帽子给我拉高，帽子拉高，啊，不能挡，做错再说，来，哎，准备好，我再找这个布，这个告诉你喊在哪里？喊在哪里呢？下次记得马吉要准备够哈。怎么办？还有15秒吧，看看。15秒怎么办？不十五秒啊！15秒了，还有15秒几日？好制作人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有人马吉准备不够了，然后导致我们浪费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快要不上场了，回去。你们呐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他今天不错哎，他今天不错。干嘛叫？好了，再给你们10秒，15秒，没有关系啊。好了，再给你们15秒时间。15秒，脑筋准备好，脑筋准备好。一颗，一颗，这边一颗。动物呢？哎，翁哥来的，来的来拍我，好高兴哦。翁哥。砸下去了！捡起来，捡起来！哎呀，不要掉！好，我自己丢没关系，我自己丢，我自己。可怜的是他哎，这是有勺子的。来，为了大家好，15秒，来，15秒，计时开始。好了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找下一关走，走，下一关 ，Let's go， 耶，来来 ，Go， 来过关，安静点，你好厉害哦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，这很简单啊，高兴哦，自己还玩笑口，这个好激烈哦，这个好激烈哦。狮轮队虽然在比赛中遇到了一点小插曲，但是在紧要关头时，队还是很顺利的接到了3颗摩吉，让狮轮队得以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前往下一站了。而接下来轮到小猪队挑战生存巴士第3站滑溜摩吉，30秒计时开始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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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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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而小猪队只能够面对现实，再度返回第二站挑战偶一传情喽。而世伦队因为难得到了金山海岸，一时兴起，一群人就直接冲向海边，享受海水的清凉，顺便消消暑喽。还在尿尿？没有啦。在尿尿？我没有尿尿。我感觉好像树叶在弯的，好弯的感觉啊。没有到，我没有啦。我哪有在尿尿？没有到的，我也没有。不是没有在尿尿吗？你要怎样啦？啊！裤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猪他们就追上来，赶快走了，快点！小猪队众人为了追赶上世伦队的脚步而稍作休息呀，但是小猪队真的能够扭转颓势吗？怎么啦？好累哦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太阳这样晒。郭世伦那队是发疯的，啊？是不是？见鬼啦！见鬼啦！对呀、啊。他们嘞？这游戏是很漫长的，不要以为他们过了这几关就可以啊。我跟你讲、啊，得逞啊！综艺节目哦，好看就在后面。对，越高潮的时候呢，反而是就越迭起。对，我们要第一关就慢慢来，我们就按部就班。对，聪明。我千万不要回到第一关。对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要去游泳还是先干嘛 ？OK。对，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说不定他们又回来了。再回来，等他们。对，无所谓。我跟你讲，游戏就这样玩。OK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人要发片，我知道，哇，哥超屌，人家常拿他跟那个 Ren 比，好像那个狗哦，什么狗？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雪纳瑞，雪纳瑞，雪纳瑞，什么奶油犬呐？了不起，好好了，赶快了，不要不要，我们也不要松懈啊，不要这么雪纳瑞了，快点快点，他在这边干嘛？你好黑哦！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好黑哦！我裁判呢？我觉得他很像一个东西啊！你躺着一下，我躺着一下，躺着啊，躺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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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趴着，我的椅子，真的好笑。而世伦队这时已经领先小猪队两战，到了圣子巴士第四站满天神佛喽。在这一站，每一队派出三人卜龟，而一个人只有一次卜龟的机会呀。三个人必须都掷出醒龟，也就是一正一反的龟，才算成功过关呐。但是如果有人掷不出来醒龟，就算失败喽，必须接受砸败的惩罚，并且返回到上一关哦。Go！ 太阳哥哥，今天咱们的很顺哦。没有没有，帅的不在我身边。比小鬼好很多啦，小鬼，你再讲一次。要比小鬼好很多。哎，我们不能把功劳留给我们自己人，我们应该把功劳留给客人，对不对？今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付出很多，真的。除了金大的嘴，你要去杀，去杀，什么事都干了，对？马吉加配杀。还敢说？好，不安心。而这一关呢 ，OK， 平常谁运气最好？哎，我运气还蛮好。运气还不错。但是我一紧张就不行。一紧张不行。那你先来。我一紧张就不行。一紧张就不行。你确定他最好吗？
蛮好的，他蛮好的，其实他蛮好的。我不想再回去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回去。我要一切都是命啊，也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。是啦，一切都是命啦。哦，可怜的 day 啊，今天不是被波士伦强吻，不然就是要大啖海沙莫阿吉啊！再这样下去，可能会纹身存发誓铁人五项耐力赛就要色变喽！呼呼，这个排棒是很重要的，所以真的第一棒要很重要。哇，严苛哦！因为只要三个人有一个没过就输了。啊，好严苛哦！所以呢，首先你先走开，他不太行。你真的不太行，干嘛这样子？真的不太行呐！你不要这样把我推开，我起码我可以站在这边看。你不行，你过来气就是脏的啦。哇，气还在叫，不要这样说，你说他带赛了。把前进前面几集的画面调出来吗？我们看一下。剪刀石头布，不用黑白切。剪刀石头布，继续。等一下，好，我有秘诀，我有秘诀，继续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不要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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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布布哦哦哦，布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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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个一样烂的，怎么看呢？我怎么选呢？没得挑哎。OK， 我拿龟给你，你就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真的不管。这样这样好了，这样了，我这样了，我跟他一人一个。好，你先丢。你真的敢吗？当然敢呐，敢不敢好了。你真的敢跟我赛这一对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。哎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没有呼吸，快没有空气了，快没有空气了，妈妈。乖子啊！是。妈妈，我在旁边。两个，烈火红唇。开，烈火红唇开。獠牙，好了，不要玩了啦，我们在旁边看就好了啦。那你在旁边看，确定了哈？确定。那我们今天其实他很努力，我觉得烈的运气不错。发现。对，可是你去拍鬼片。对啊，运气会变差，还好吧？还好，还好吼。OK， 来，那你就先喽。嘿，因为你这个节目被砸派，如果输的话，你就这个节目真的不好玩，我跟你说。来吧。但我告诉你，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个方法还不错。很诚心先拜。你很诚心，然后许愿，然后把愿望说出来，希望它能够实现。要讲出来不是吗？对，要讲出来。对。要讲一下经验的。简单一点哦，简单一点的，希望可有一些音乐球走来走去。你什么东西？再一定不会过，再一定不会过。太空了，这很难哎，你要重新许一个，算了，我们回上一关好了啦。你直接回去下了，怎么样？也许终于有一天哦，谁知道？太难了啦。真的吗？这还有好紧张哦。好了，写一个，另外一个可以吗？放一些，放一些 ，OK OK OK， 哇，好紧张。超级内容马上回来喽！欢乐一路发，好烦的。反正一个平易近人的愿望嘛，比如说，希望有一天蚂蚁喜欢我。不要！希望有一天瑶瑶的嘴巴，它能够嘴巴结合起来，好好的呼吸。干嘛这样子？
所以我们没过关，对不对？要回去了，好吧，回去吧。对。我是真想去月球，你想去月球，不要影响我们过关，好不好？对啊。真的。这样子太激动了。气死了，走。走。对，不可以这样。哎呦，我说爹呀，别上月球走一走这种愿望你都许，我看你是把神明整笑哎哦。而这时小猪队仍在生存巴士第二站偶遇传奇当中打拼呀。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小猪在最后一刻才将口中的偶遗传给了小鬼，差一点就要退回到第一站去喽。而在此同时，小猪队得知士伦队也退回到第三站华六马吉，所以他们赶紧加紧脚步追赶士伦队。你不联系耶？你是不是演员啊？你什么时候走过来啊？你干嘛？你哪一队的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郭士伦，那你怎么总是追着漂亮妹妹不放嘞？你还是赶快前往第二站华流马吉闯关去吧。刚刚呢，因为 Day 啊他自己造成的错误啊，所以他现在自己必须承受他的过错。没错，我觉得一个很难选的愿望。我求这样的你们成本这么低、啊，我们就要四颗。听众来，你们听众来，这么低啊？听众来，听众来。解释一下，啊，还有一箱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希望浪费食物啦，就我们的分泌物两杀的，另外一瓶，另外一瓶没有，这是最新的，最新的，哇，一杀，没有外面这是真的啦，这外面是黑暗胶啊。你要小心哦，只有一盒，对不对？如果用完的话，你要放，你要放坏哦。我想讲话，嘴巴都是脏。那我穿好，不要讲话，没关系。Thank you.
是接木耳机的达人呐、啊！士伦队靠着最矫健的身手，易如反掌般的再度前往第四站挑战了。而小猪队也追上了士伦队脚步，来到了第三站喽。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可真是好样的呀，竟然能够连续接到三颗木瓦吉啊，可真是要替你鼓鼓掌喽。小猪队这时靠着小鬼高超的技巧，斗志高昂的前往了第四站，而士伦队则也只以几步之遥领先小猪队而已哟。不要再抢，你不要再抢了，我就想学火星不可以吗？不要再给我讲这种愿望了，我会杀了你。那我也要去。啊，去金星！我的妈咦呀，你被逮传染了吗？郭士伦听到队员们一下子要去月球，一下子又要去火星的，开始担心起待会儿是否能够顺利过关喽。呼呼。我要去金星。你要去金星吃饮茶哦。金星吃饮茶。你要去金星吃饮茶哦，没问题啊。你过这关，我请你吃金星饮茶。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一个预言呢。对。哪一个？你看有过节是不是？没有了啦，开心就不合。火星在那一头，我们先走，自己去啊。好，现在呢 ，J， 你先好，我今天运气还不错哦。你今天运气，你不要那个刚刚那个什么，马一会喜欢我什么的，不会的，就反啦。你同门的师妹叫什么名字？刚刚那女生，告诉你去看。不要去火星，不要去哪了。刚刚女生叫什么名字？一零啊，哪有配置啊？有人说配置，配你个头啦！一零，如果圣杯的话，我会拿到他的电话。哇！一零就是一零，加油！加油！电话，快点！我觉得我还是要女生先来，我们现在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到底要玩几次啊？你镜头到底要抢多少啊？我看到你这边又是你，我回去又是你，我这边又是你，我回去又是你，第二块又是你，我开始跟他混。我现在再去火星，我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，我只看得到我。还站好了我。你这不是性病防治队啊？屁呀！什么性病防治所？不是讲，你在叫我把你把妹的事讲出去哦。这种话不能乱讲啊，性病是有的。对，不要再玩，就很危险。对呀。他妈呆！呆我呆！叮咚呆了呆！河马走开！你刚不会成功，我们要你电话。
Selina， 他得过梅毒。哇，郭士伦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把妹呀？你还真是色性不改哟！你赶快回第三站去吧。而小猪队这时顺势超越了士伦队，取得了领先的地位，挑战生存巴士第四站呐。两队陷入缠斗之中，谁胜谁负，还真像阿伯阿谁干煎饼的哟。冲绳没玩过这个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日本没有这个。日本。来，那是什么愿？赶快过关。赶快过关。大飞龙。好厉害哦！你看吧，哇，有学院有效哎，真的，好小子啊，好嗨哦！哎，老板娘，一碗多少钱？这有不是天赋啊！老板娘，多少钱一碗？不要！你先，不要，不要拍！干！来啊！局面得以抢先士伦队往生存巴士的最后一站迈进了，而士伦队这一边则还在第三站卖力挑战瓦留马吉呢。我们现在又回到老关了，现在呢，对，加油，好好接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还是你先。跟切得到接不到是两码子事啊！对，他为了要吃东西，然后很努力的去讲。你接不到，你就学河马跳哦，前面跳过来，我们河马来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你说喽。那如果输的话，我又再背夹。对啊。这个样子吗？啊！你们就是青蛙，就吃什么都说青蛙，河马。
马，弄好弄，再来三次。河马来，我是河马。河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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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次啊，哈哈，太晚了。作孽不可活，每张在往上走。在这时候开玩笑的抱怨起铁人五项耐力赛的艰难，而队长郭士伦完全没有听进去，一直在挑起德与李威之间的心结呀！哎呦，这架戏太有心机了。这两个人真的不合吗？我们今天到底要问出来，他们两个到底合不合？哦，瑶瑶呀，我讲你真正是假博呐！本来爹接得好端端的，你偏要自告奋勇强出头，也因此拉大了与小猪队的差距了。而就在瑶瑶接受队员们的处罚的同时嘞，小猪队正准备一闯生存巴士最后一站飞跃龙门呐。此这一战由一男一女挑战，两人各有一次飞跃保利龙板的机会，而两人相加的变数达到三变啊，就算成功就可以前往终点站的。但是如果失败的话，哈哈，二话不说就是砸派。这边是那个好烫哦，对啊，沙子比较重点，你看这边不好跳。以前我们玩的时候呢，都是海，他们是游泳池，下去都安全的。太快了吧！这手会扭到。真的！哇！好嗨呀！哦，起来！好好玩哦！两个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小鬼，你有麻衣啊，小鬼！我要告诉麻衣啊！你走了。来吧！快下！快二十五岁了，不要讲。你以为你还是上帝哥十八岁？那时候才十八岁，那时候才十七岁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呢？23。哎，是什么？25了。22啊，老婆婆。那你怎么办？爷爷。他是我吗？对啊，你先啊。加油哎！太难了啦！加油，一定要过！加油！我会。加油！这个真的。慢一点啊！真点！好危险呐！好会！真的好可怕！我没有。要跳吗？叫什么的？真辛苦啊！谁呢？哎呀喂！这怎么卡？没有，这个还没。快点！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小猪抱起了艾莎，就往海里边爬。
好呀，嘿呀，完全像个大孩子似的，拉着大伙儿一起玩水去喽。小猪失去水准，挑战三遍失败，所以必须返回第四站了。不过小猪从工作人员口中听到士伦队还在第二站闯关，所以玩心大起，大伙一群人玩起水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小猪呀，快点收起玩心吧，以免大意失荆州，被士伦队迎头赶上喽。哇塞，不紧啊！偶仪传情当中，有惊无险的传递了六颗偶仪，成功闯关，再次往第三站挺进，追赶小猪队的进度喽。而这时小猪队则也来到第四站满天神佛，不阿不会丢平安喽。现在要到了这一关，我跟你讲，谁敢闹？算了啦。我们也是，哎，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对，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公平嘛。好，所以没有。嗨，我的呢？很脏哎，干嘛拧紧？男生嘛 ，OK 啊。对啊 ，OK。地图派对，好。我们先。快点呐！
讲一些。真的太多，太多。每桌都被挣扎。我要集中精神。第一个玩到过就是这样，你好坏啊！我在好坏，我以为你会过，像你刚刚那样那么厉害。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过了？够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够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上一关了。我不怪你，哎。我要。哦，金家喜兵败如山倒呢！小猪队竟然从原本有机会突破第五站前往终点线的优势，到现在一路节节败退，退回到了第三站啦。而圣伦队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抵达第三站进行挑战喽。玩这个啦！哎呀，没有你玩这个，大家不要再接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认真的过这个关卡，你踩得很好，我踩得很好，你接得很好，他接得很好，大家就不要再乱玩了。对对对，不然这样子，到时候呢，我又要学河马，然后又要再回上一关，这样子。对，也不好笑了，好不好？人很少，看河马不好笑，真的。好了，好 ，OK， 预备。可以。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真是厉害呀，轻轻松松就接到了三颗木瓦吉，帮助狮人队再度往第四站挺进，并且狭路相逢遇上了小猪队，而小猪队这时也正退回到第三站哦。怎么样？过了。嗯，过了。过了。你干嘛？小鬼你干嘛？喂！你娘们啊！防晒啊！干嘛要这样擦人家？没用了，你太白了吧？我白队啊！白队。好白哦！超白的。那一定不会过的。拜托你们真的过得了吗？过得了啊！我不会，是衰人呢，干净。对呀，干净的。干净为什么我？我们也很干净啊。我们要去那边啊。屁呀！真的？屁什么？我们一起走啊！真的吗？走啊！那冷啊！真的，我们过关啊！真的吗？看谁先过而已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放屁了！又上来，又上手。来。我们干嘛被他骗呢？哎！你想干什么？哎，你看我在干嘛啦？自己更强啊！哎，今天我要帮我们队员拿到所有的奖，加油啦！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加油，真的拿去！你们两个多强，他不知道，让你们得。不可能！哎，给我呆，给我呆，给我呆！不痛心啊！给我呆！太绝了！对，太绝了！侮辱泰国人嘞！回，再慢点，慢慢太啦！回啦！好看过分啊！哎，走，快点啦！走，你记得电话。等下讲电话就好了。等下我的，他打给我。哎，干嘛啊？你谁啊？我。哎，喂，要微信。我接。刚才你们三个都寡过，你说的哦。我你如果没有第一关又没过，你就自己狗渣。你就好了呀。他真的拼嘞。我拼啊，为了第一名，我一定。看，观众。你在干嘛？学习当中。你在学什么？对积木啊，没有用的啦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这是命啊，好不好？你很诚实。对。来。你好。
你要什么吗？我只要请问。你是要罗志祥，你自己找时间。我不要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刚刚跟他这样打情骂俏，你喜欢？你有没有喜欢他？喜欢。没有。你老实讲。幼稚园啊，国小是这样子。哎呀，好害羞哦。有。哎呀，观众啊，观众啊。干嘛这样子？别太诺啦。好了。好了。好。啊，你的愿望不用讲。我们可以根据你愿望不用讲，但心里默许就好，好。1、2、3希望他能跟罗志祥在一起。希望他能跟罗志祥在一起。希望他能跟罗志祥在一起。哇！在一起。在一起。哎呦，开心了嘞。哦，瑶瑶呀，挂历暗送的嘞，老天真的有眼呐、啊，搞不好真的会把你跟小猪凑成一对哟。瑶瑶顺利的直出了醒龟，让世伦队一举向第五站靠近了一步呀，而小猪队则在第三站力争上游，意图追上世伦队的脚步。加油！加油！来，我帮你拿。来。啊，我们。啊！完了完了！一，危险！完了。1、2、3，有了，有了，一，站，1、2、3，小鬼加油，小鬼别闹，来，没，就你会跌倒啊，故意把视线放过来，1、2、3，叫，加油，1、2、3，可以，还有一个，加油。超级内容马上回来喽！欢乐一路发！可以，还有一个，就1、2、3，两票，还有一个。那个，别跑，站好，不要动，话说得好，难啊，虽进不啊，喜在归呀。小鬼只差了一颗马吉就能够顺利过关喽。现在却必须再回到第二站闯关。而世伦队的麻衣这时也要开始今天的第一次破关喽。那我帮你们了。你一定小鬼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讲的？不要讲。你诚心诚意。对。麻衣到底能跟小鬼在一起吗？我爱红娘，红娘爱我。真的吗？没有用，那你怎么办？屁呀！瑶瑶跟马一都因为有爱情的魔力而直出了醒龟。接下来就差一次的醒龟就可以前进第五站喽。而在小猪队这一边呢，则是抵达了第二站偶遇传奇，他们要开始闯关喽。哎，现在换你们的女生玩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刚刚男生这样亲一下，好恶心哦。看女生玩啊，交给你们喽，一定要加油。好，我们不要输给郭士伦。加油！哎，电话千万不要给他，因为你给他真的就完蛋。我要给你电话，不是我的电话，不是我的电话号码。真的吗？好了。哎，我们都是说真的，在节目上都是说真的哦。好，加油。哎，认真点哦，潘姐哦，潘姐是变胖哎，潘姐又来了，潘姐来吗？好像，好像潘神哦，好，潘神，高，加油，用力，不能输，我们千万不能输，不能输，哎，好，快上吧。
壁呢？隔壁呢？隔壁呢？哦，我的小猪啊，你现在还有兴致抱妹妹呀？哎呦，看你乐的嘞，你就不怕瑟琳娜吃醋吗？呜、哦！而这时候的郭士伦正在诚心祈求，希望能够掷出最后一次的幸运。你有看过？是的，就是恋人，是的，就是恋人，是的，就是恋人。哦！谢谢你了，一定的电话，进一步的交往啊，好厉害，谢谢啊，来这边坐，先坐，继续，好，继续，谢谢啊。哇，郭士伦，你真的转运了呐？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色的？真是好运无法挡呀！士伦队现在正势如破竹的朝着生存巴士第五站前进啊，而小猪队的艾莎与佐井伊林也在颠颠簸簸之中通过了第二站的考验，来到第三站挑战喽。接马吉还真不是盖的嘞，三两下功夫完成滑溜马吉的挑战，帮助小猪队再次前进到了第四站了。而这时候的士伦队也抵达了胜利之门的第五站，期待一举飞跃龙门夺冠轮圆。谁玩过在沙滩上跳这个啊？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对你有信心，那你可以跳。哎，可是让我跳一遍嘛，我就跳三遍，好不好？他是跳两遍，对，我就跳。先过来嘛，对，你厉害。好，你跳两遍的。加油，不要跳了。我跳过一片，你跳过一片，我就跳两片。你没有跳过，我就跳三片。可以吗？跳三片不困难，没有用。自己真的很难，自己非常难。你还脱衣服啊？没有吗？是我跳的。你才刚上节目就想看人家脱衣服，脱衣服就看重播了，这边。可能，来吧。不能。不。拜拜。节目啦，已经做到这样最无敌了，已经没有比这个更无敌了。所以刚刚我们监督人，哎，监督人，你要不要？哎呀呀，马一这位过关王也无法闯过咱们这终极无敌的飞跃龙门呐！哎呀，看来郭士伦要努力跳过三遍喽。而小猪队这时也正抵达生存巴士第四站满天神佛，哎呀，希望他们的好运不断，再次闯关，紧追士伦队的脚步哟。边这样子。好，现在谁最近最深？噔噔噔，包大伟，噔噔高点呢？来，谁最近最衰？我还好。你呢？最近问你是不是难过的？手机不见，挺可以的啦。我连女朋友三个都离婚了。好累哦。那你应该不会太晒吧？就是这样子啊，大家都拜拜啦。哇哩嘞，小猪呀，你们应该要快点进行挑战吧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讨论谁的运气好呀。而在此同时嘞，郭士伦要开始挑战三遍喽。我知道女朋友给你好难哦，跑步也不会跑了耶。
动的阻力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如果你再说，那如果突然你跑了，我跑不过你，选胜过吗？我觉得这不好看，大家是想看你说，不是想看我说哦。对，好了，准备啊。有没有可以说？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右边，右边一点点，左边一点点，好，来。连我们的工作人员试跳了十几次都很难成功的三遍，哦，你竟然一次就给他跳过去了，哦，这样是好厉害呀，昂高呀呀，令我们不禁竖起大拇指说，哎，波士伦，这样是好样的嘞。而这时候的小猪队则还在第四站奋斗，他们浑然不知大势已去喽。不，简单了，不，啊，好衰哦，你那是个，不，啊，不玩，不用玩。加油了，罗主任，你不用玩，鬼老师来，我们玩。不要玩啊！告诉你们，我的手气非常好的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我没有做过，这个哎。前期拜托拜托过。啊！气好 boy。耶！那是什么？对啊，还有一站。那现在是什么？哦，可怜的小鬼在这个时候竟然没有掷出醒龟，而遭到了杂牌的惩罚。然而裁判也在惩罚完之后才告诉小猪队，喂，世伦队已经通过第五站了。哎呀，这让众人是顿时傻眼，惋惜只差一步就追上了。你们先走，不要管我，不想离开你，他很残忍，我不想离开你，我去哪？你走开呀！哎呦，你们快走，你们快走啦！真的吗？真的啦！这边，快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一定有心机。没有啦。这里呢？这里有心机。快去投投那个电影的电话。去，快点，抢机子。在队长郭士伦的带领之下，众人齐心协力，不畏惧任何的艰难困苦，最终完成了今天生存八式铁人五项耐力赛的重重关卡。哎，携手冲破代表着荣誉的终点线呐、啊！我们再次的恭喜士伦队精彩的表现，恭喜呐！Oh my god！ 我知道你最爱看这个，泰国虽然有，但是台湾的更漂亮。这个是回家吗？还是这边放的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吸管啊，你来吸吸啊！哎，不要放，什么老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开心啊！一二三，哇！啊，那我以为是很大的火。来，奖金十万块，请校长，谢谢，哦，非常密码，第一次来节目就得冠军，我告诉你，我好不容易熬了十几，还这样子，才领两次，哦，耶，还有这些。